咁啊，大家好啊！我而家身处咧喺SOGO 呢一度啦，呢、這个就系法德通街嘅呢一个站啦。咁咧就将会喺呢一度咧就一年咧差唔多系成年嘅时间咧，就会喺平日嘅下凡嘅时间5:15到去6:09呢一段期间咧，我哋会统计下681，就系呢一条线由香港站中环方向咧就去马鞍山。咁喺呢一個怡和街段，怡和街呢一度咧，可以上咗幾多個行嘅？係，大家好啊，我係茄子啊。今日咧就係2022年嘅5月10日啊，時間咧大概係呢個下晝嘅5:17到啦。咁咧，我哋嚟到呢個位置就係銅鑼灣嘅百德新街。咁應該都係銅鑼灣入邊咧最旺嘅條街嚟㗎啦。咁今日嘅主角咧就想數一下呢個係咩呢主角喺度啦。冇乜人排隊喎，睇嚟啱啱坐嗰班車。係主角落嚟681啦，680咧就啱啱走咗駕真嘅，681我睇唔到喎。係啦，咁我就數數個客量啦。係架681咧，係終於嚟咗第一架啦。頭先咧個報站咧一路就話19分，最後咧搞到23分先嚟啊呢架。咁啊城巴嚟嘅 ，MMC 啊，數一數幾架先？話1個、2個、3個，4個啫喎。咁就冇啦，真係收工。睇埋整體客量先，坐唔滿喎，上層坐滿窗口咗都係金工啊！好啦，而家咧時間都係5:33，咁啊680後邊咧就有個681，就係九巴嘅一蛋嚟嘅。咁680咧都有少客量，但係個班次就比明顯就比681疏嗰啲嘅，係啦咁。但係681啲客量，一眼望曬都係得1、2、3、4、5、6啫喎，真係有啲陰功。誒，但係呢班有人企位喎。好似應該而家係7度。咁呢班客量就好過頭先一班啊，有阿企嘅。好啦，拜拜。好啦，距離上一班車咧，差唔多20分鐘之後啦。咁而家大概係51、52分啦嚇，咁就終於嚟多班681啦。咁就係蛋嚟嘅，哦已經企人啦。我睇下數咗幾多下先。咁啊1、2，哇！大家見到企位啊，唔上啊，上咗2個啫。4個啦，即係20分鐘之後就搞到企曬位，大家就唔想上啦。咁條輪龍咧就大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幾人唔上車，真係有趣。好啦，差唔多12分鐘之後，681真係見唔到，618一 T 就有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
藍色3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咁咧嚟咗個681 P 之後咧，就終於清到啲客啦，18個。咁啊，呢架車都幾兇下嘅。其實681咧同681 P 咧一樣嘅站咧，就係得耀安同埋呢個新碧山中學啦。咁咧，個681中喺邊度呢？終於就我已經見到佢嚟緊啦。咁啊，過埋一盞燈就得啦。咁又係差唔多咗20分鐘啊。咁我諗到下681嚟到時候，應該都會係大概12分啦，6:12或者係6:12啦。係啦，咁等佢開埋過嚟，咁我就數下。即係681啲班次係疏到嘅點，又係20分一班，但係客量都係仍然都係個位數字。我睇埋陣間嚟嗰班車爆唔爆先啊！啊，681嚟緊就係應該 MMC 嚟嘅，俾我見到。係，都係企緊位啦，已經。咁啊，哇，點啊，排下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啊，終於有雙位數嘅客量，13個。上完山13個之後咧，就未至於頂閘嘅，就要企位啦。咁搞笑咩？唔係，都要企位嘅，都要企位。睇埋上層先，上層都坐到滿嘅啦，都坐到滿。咁啊，呢班係同之前嗰班681係差唔多，間咗20分鐘嘅又係。681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個啦，時間係6:19。九個嘅，咁睇埋架車，啲人潮咁快過咗嘅，得一個兩個企喎，其實唔使企位喎，可以自己企喎，大把空位。黐線啊！鬧市開飛機。影住架飛機先，離曬大肚啊！鬧市開飛機，zoom 大啲嘢先，哎，哇！飛機啊，離曬大肚啊！轉咗先架飛機，哇！出翻嚟，超過分。係啱啱嚟咗架680 X 啊，其實680 X 同681嘅幅度都差唔多嘅。而家時間6:25。
因為600 X 咧一樣都係經呢、這個經呢個曾碧山中學啦，馬屎啊嗰頭啊，1234567890可能數錯啊。其實之前咧都有班600，之前都有班600 X 嘅，冇數到，嗰班係大概都有10客嘅，大概喺啱啱681之前嗰班，哇好空啊架車，好啦，時間係呢個6:37。點解要開機呢？是因為嚟咗架 P 仔啊，681 P 啊。咁681 P 都講過啦，咁基本上係要安嘅人咧就又關事嘅啫。咁佢仲要行埋呢個亞公角嗰啲咁嘅，所以要安下都未必上嘅。其實681後面嚟緊嘅啦，啊，雖然少少一大片到，不過681 P 仔我都照數客量啊。頂住咗，有板未開到，頂住咗嘅。好啦，咁先數個 P 仔啊 ，P 仔上咗幾多下咧？咁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都多人上喎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P 仔上咗19。唉，仲有一個20先嚟㗎，啊 P 仔上20個啊，但 P 仔要行埋亞公角街啊，仲要行埋，仲要兜耐啲嘅，佢如果係耀安嘅話，咁啊嚟翻個681啦，哇頭先架 P 仔好空啊，上完20個都好多空位，咁呢架681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啊啲人見車就上喎。呢架車咧，啲人潮好似過咗咯，681啲客量真係都係啲危危苦啊！咁而家咧已經係6:40啦，咁照計咧就應該唔會有多一架681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嘅數客嚟遊戲咧就到此為止。啊，下次我哋再見，拜拜。哇！呢個680空路咩事啊？可能搭曬啲980、980X 啊、981P 走曬，好空位啊！